然后我怎么？一号。几号？六七八。OK 吗 ？OK 好。等一下。所以你是八。不是啊，九十十一啊。没有啊，刚刚一二是什么？我六七八。一二是哪？我一二。然后就是。九十十一。加油！加油！第四圈了，我想要我找不到人。完蛋了！第两圈了，他鞋带掉了。来，二号第六圈。这是一种休息的办法。
怎么？没有，真的啊。实况转播。诶。实况转播被惩罚。有时候适时的休息是必要的，要不然等一下跑到第五圈。对啊，每次都是用那种小飞侠姿势啊。没有，他跑步突然加速，然后很像忍者。他的招牌动作。来，二号第七圈。这个录了进去哦，你千万不要乱讲话，谢谢。现在已经快要到 ，Oh my god， 超过了 ！Oh my god， 完了，最后冲最后一圈了，加油！完了，太激烈了！现在搞不清楚什么状况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谁吧？二号最后一圈。忍者，好 ，OK。当你是儿童小飞侠选啊，有啊，最后一圈的啊，最后一圈的，加油！要不要去拿电池啊？等一下这一场还没跑完啊，完蛋了！同学。第二第七圈，你还有两圈。现在大家还剩下一圈。同学加油！同学加油！最后一圈，一号不是跑到弯道去了吗？对啊，你拍不到了，那我帮你。你知道一号和六号都是我以前的同学，以前的学生。所以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可爱。一号，加油！田老师为了帮他拍影片，他应该很开心。他一直看天空，还是看一直看着飞机吧？不是啊，他可能会通常我跑到不能再跑的时候。最后一圈，加油！我来，你这个，我来也会讲。跳的有点快，别冲回去拿电池。加油！我这男也快撑不住了。加油！好，不怕飞，不怕它飞回来。
他最后一圈。哎，刚好这边结束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。